竹们是都一定很喜欢他，哥哥姐姐们都热爱他的歌，因为他唱红了很多八点档连续剧的主题曲。我们今天讲话这么不伦准，因为他也是个女生啊，看到女生就紧张，会有点紧张了。台语界的玉女歌手，热烈掌声欢迎是单慧婷。有话又可以不担心你前进安定此生家的未完成爱你的梦了落去后心结情你双手在哪里啊自己我办好自己相信我好不容易心真期待爱过你爱的梦是自己心里一定会不容易其实把所有的梦满足我不用提为了天后的意境出来，让我听到，让我看到，让我感受到，好吧？全场的朋友，后面的朋友，等一下，小礼物要送给你，接下来看你的表现哦，一起来。朝天宫跟所有的好朋友共度这个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佳节，那在这边呢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朝天宫，还有我们中天电视台，还有合一行销，让慧玲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共度快乐的时光。所以今天一定要让我感受到，还有我们直播
电视机前的朋友感受到我们北港所有乡亲的热情好吗？好，对，我们北港乡亲的热情是名不虚传的，所以呢一定要百分之百发挥出来好吗？好，接下来呢慧琳再带来第二首歌曲啊，还要再你要听什么哦，点歌要加钱哦。没有啦，今天没有安排这首歌曲，我再另外安排更好听的好不好？好，好不好？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这是慧琳呢去年推出的专辑，前一阵子的新专辑，也是明视八点档大时代经济在卖主题曲，歌名叫做西呆诶露里，送给大家，谢谢。你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可以展现热情，让我看一下好不好，用你们最独特的方式吸引我的目光，等一下下一首歌曲我的小礼物就会往那边飞过去，好吧？好，我想的朋友这需要一个人来疼惜，我不知安怎疗伤，请你的心温暖，希望有人相解梦，总是为爱糊涂。歌声哦，后面的朋友你们唱大声一点，我也听得到好不好？一起来哦，选你吗？好，等一下。
才是真正的女神。你也是女神。没有，而且我们今天是昂斯欧大班，真的是耶，我们两个是很 hockey 的组合。对，看起来很美的，而且她也很棒啊，你看她穿全身粉红。我今天是 cosplay 手卡。嗯我没看到我听到了，很可爱。啊，那是有童年的感觉了，非常好看。但是我刚刚有稍微那个网络上查询了一下，对，虽然明天是元宵节，但前一天好像是你的生日，是不是？对，昨天2月17号是我的生日。你有听过北港朝天宫合唱团的生日快乐歌吗？好像没有。那我们要不要来听一下？3、2、1，祝你生日快乐。这个可以有点听。祝你生日快乐，祝想为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我觉得很温馨的感觉，很感动哎、欸！我觉得我的生日应该慢一天，就是今天刚好搬来。其实今天过也是大家一起过，都是一种祝福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个生日快乐歌是妈祖的面前唱的，哇，好棒哦！对，而且妈祖是我的干妈。哦。天上圣母喜外客路，我是她的干女儿，所以呢，从小就是在干妈的庇佑之下。然后呢，一路的成长茁壮，对对对对对，把自己的歌喉练得这么好，对，然后可以唱那么多好听的歌给大家听，我觉得是一种福气，可以用我的歌声，然后呢，让大家感受到温暖跟幸福的感觉，是，对。今天带来好歌曲，也想要访问一下，说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在2019年这个新的年度。因为昨天刚许完生日愿望、啊、是你许了什么？但是其实讲两个来听听，我觉得我很通俗。其实我每一年的生日愿望都差不多，就是那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啊。你可以帮我讲出两个？对，但是有没有你自己的最自私那个不能讲的？对啊，第三个怎么办？放在心里不能讲。好吧，但是我觉得天上圣母一定知道啦。你今天额外许一个给妈祖的吗？给是干妈的，跟妈、干妈讲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你说在妈祖的面前，为自己，对，给自己一个愿望，争取一个新的计划的愿望，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可以。啊、有想要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舞台上唱歌给大家？你们帮我想一下好不好？你们觉得我应该许什么愿望？这很难得哎、啊。中乐透是不是？这么通俗啊？哎，中乐透不通俗啊！中乐透通俗吗？这中一次就不得了了。中一次可以。那如果我真的中乐透，中乐透我还是真的会再出来唱歌给大家听。当然要 啊，这好歌喉绝对不能因为就是自己的、不管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地位、各种变化都要唱歌给大家。你想好了吗？想好了吗？真的有生日蛋糕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愿望要送给我们的天上圣母，因为感谢天上圣母干妈呢，让我一路走来可以很平顺，然后呢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天上圣母呢，我们的北港朝天宫能够兴会兴旺，大家有空一定要来拜拜，好不好？哇，对。对，因为只要天上圣母呢，他的兴会兴旺就会保佑我们大家，对，能大赚钱啊，对不对？我这个愿望也是很大，很棒，这个算是个看起来说起来是一个知足的小愿望，但其实它是回向给很多很多人，很实在，真的很实在，对。好，那今天我们一样用歌曲的方式让干妈开心一下，今天的主题都环绕在这个元宵节温馨的气氛中。我觉得呢，因为刚刚看大家，我觉得你们是属于慢热型的，对，你要把他们灌醉，是不是？把我讲安酒可以是吧？因为接下来我要带来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这也是我专辑里面的歌，叫做《红酒爱人》。虽然现场没有红酒，但是我希望你们把喝完红酒的那个热情拿出来，好不好？好！微醺了，现场的北港朝天宫的朋友，热烈掌声欢迎欢迎！谢谢。你们把你们的热情拿出来，我也要把我的小礼物拿出来了。你们想要吗？就是我最新专辑的海报。外面的朋友，你们也一样有机会哦。我先看一下你们的表现，好吧？一起来，双手举很高。那会跟着节拍打吗？就是这样吗？一起来。刚有说选你啦。暗暗的玫瑰，为你开，酸酸淡淡，惹你。
哪下子地我心烦只要那一撮也不错每天的安静会来哭要我不为什么都没有不准要我我是也是对你我一下好吧，我现在只认尖叫声、欢呼声、传叫声就不用了，好吧？哎、欸，左边还有哎、欸，哦，我尽量好不好？不行，没办法，可以吗？那你帮我教，来哦，哎、欸，我来比较有力气，特别的方式吸引我的目光。爱为你为你为你随着打扮亮丽哪边在呼唤我哪边在呼唤我我不心烦自己我的情的安静我的爱哭我的意思我的情的感觉我心我心出一个题目，请问有谁知道我接下来要唱哪一首歌？这很难吗？为什么要重一摔？你为什么要这样？接下来，我带来这首歌曲五个字，然后有幸福的滋味，好不好？这也是我上上一张的专辑，然后也是上一档《民视八点档》《幸福来的》主题曲，歌名有幸福的感觉，就叫《幸福的》。不要把答案告诉别人，用台语讲好不好？接下来我要唱什么歌？来作呗！哪里在嘶吼？就是你，谢谢你用特别的方式告诉我。来呀、啊、来呀、啊、来、啊！你要怎么过去啊？你可以穿过那个铁栏杆吗？没办法啊！不要不要不要，小心小心！我尽量好不好？这是他的哦，好不好？如果你们拿到，哎，他的 ，OK， 接下来带来这首《天后的祝福》送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够幸福满满，好吗？一定要幸福哦，好不好？用你们的掌声告诉我，今年我们要过得更幸福、更快乐、更开心、更平安。后面的朋友。希望你们也能够接收到我传递给你们的幸福。合唱的朋友，一起唱。
听心意，讲出我爱你，前世幸福的滋味。真棒哦！温柔的情意，写在你眼神里的名，刻在心间。缘分这两字，约定未来的日子。你的手机的灯打开好吗？这样会更有幸福的感觉哦，就像那位姐姐一样，把你们手机的灯光打开，会很浪漫哦。最激动，最兴奋。